意大利米兰有世界时尚之都的美称，这里的新装展示总是让人惊艳。星期三，身怀六甲的 Gucci 创意总监佛里达·贾纳尼以艳丽多彩的秋冬装为米兰时装周揭开序幕。圆袖窄肩，两件式的黑色洋装，侧面布满夸张的纹路，窄裙、蓬袖、亮腰带、暗红色系的搭配，或是黑色亮皮质感的短夹克与黑手套，每一套时装，不论是搭配长靴，还是细型的高跟鞋，都让人惊艳。恰到好处的几何剪裁，大胆的色块调配，都强调肩线的流畅和腰部曲线。另外，彰显 Gucci 华贵气质的，还有设计师大量运用的珍贵皮料。但创意总监贾纳尼一出场，立即成为镁光灯焦点，大家都关注贾纳尼在两个月后就要诞生的宝宝。不过贾纳尼巧妙地选择一件宽大的黑色丝绸衫，恰到好处地遮住了贾纳尼的大肚子，让观众只能揣测。新唐人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